世界顶级富豪恩一集团总裁近日回国，传闻与三年前同他发生意外关系的神秘女子有关。所有的人都说我不要脸，说我抢了我妹妹的男朋友，可是那明明就是我的男朋友啊。亲子关系断绝书，快吧你妈要和你断绝亲子关系。石小念，你吃穿不愁，你当然不知道我对钱有多么渴望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公欧呢？是你上了公欧的床，他应该会给你更多的。我是被迫向姐姐下药的，他插足我和我丈夫的婚姻，迷惑我的丈夫。你就是那个小三儿啊！啊，我不是小三。你不是小三儿，你不是小三儿，你妹妹为什么对你下迷药啊？小念，你说话呀！小念，你哑巴了？龚先生，既然石小姐同意了，那我们就尽快开展治疗吧。这些招数都太接地气了，完全没有我这种状况的。嗯，换个方向查呢。大家族的规矩。石小姐，要时刻注意着，要高贵，要优雅。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夫人。多日不见，我儿子真是越发英俊了。母亲，是怎么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。夫人，少爷最近身体不适。哦，这不是我一直最信任的风管家吗？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二少爷大肆宣布和宣传自己恋人的时候闹得总不沸沸扬扬，尤其是他大肆公布宣传自己恋人的事情，你却不加阻止，让我跟他的父亲开始产生怀疑你这个管家的能力。所以呢，母亲这次专程回来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件事情吗？你说呢？当然，我儿子结识了一位这么可爱的恋人，母亲当然专程要过来见一面。夫人，少爷，我们还是先进去吧。你尝尝。怎么样，石小姐，红茶做的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和主家的比起来就是少了一种味道。嗯，真不愧是我女朋友做的，味道真好。哪里有啊。对了，你跟伯母聊得怎么样了？母亲想要单独找你谈。啊，
母亲想和你单独谈谈。小念，有一句话我想先跟你说说。什么？千万不要被吓住了。什么呀？我的母亲我了解，待会无论她跟你说什么，你都不要被吓住，知道吗？被吓住？这是我第一次对外公布的女朋友。 母亲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你。总之，我都为你对抗家族了。所以，小念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无论他说什么，你都不要被吓住。算了，我还是陪你一起去吧。公公，我相信你。我饿了，我想吃蛋炒饭。 石小姐到了，伯母好。伯母。 你觉得这样称谓我合适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用紧张。你还是跟风德他们一样叫我夫人好了。是夫人。其实你不用拘束，因为围绕在我身边的都是谈吐举止优雅、行为大方得体的名门淑女。你再怎么临时抱佛脚，也是学不来。 你还是放松自己，做回你以前的样子吧。是。不过说实在的，石小姐很遗憾，我们今天初次见面，我觉得还是挺失望的。虽然我对你的家世、人品做了一些调查和了解，在来的路上，还是非常期待。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，能让我那个高傲、冷漠的儿子另眼相待。她身上一定有她独特优秀之处。可是如今看到石小姐，确实有点失望。我也很想知道，公公看上我什么？如果能从夫人这里得到答案。 那我感激不尽。我终于知道，就是你这张伶牙俐齿的嘴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你这张嘴在我这里是没有用的。石小姐，你不觉得这次公欧为你做的有点过吗？甚至让他父亲大吃一惊。要不是我及时阻止，你有可能这样。 兰开斯特，当然，我相信你也没有听过。兰开斯的家族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家族，他们的资产没有向外披露的太多，甚至很多都没有上市。而他们掌握的资产，甚至比我们公家还要丰厚。而莫纳兰开斯特是这个家族的继承人之一。
相信我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很足，也明白我的意思。所以啊，我还是打算试一试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在你们两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。我比不上那些贵族小姐，没有他们的家世、学问、修养，但我却有着他们身上没有的。夫人，公公的精神状况你是知道的，我能让他快乐，不是吗？至于个人修养，我会努力的。很动听，很好。你这么有底气站在这里跟我说这些，还不是仗着公翁对你的宠爱吗？夫人，史小姐，少爷让我通知你们，他已经做好蛋炒饭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蛋炒饭？公翁做的？你告诉公翁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夫人，我请夫人能够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配得上公翁的。好，拭目以待。今天雄赳赳气昂昂的，也不知道夫人明天会出什么样的难题给我。啊！想什么呢？睡不着？还是说你在想慕千初？千初一天没有下落，我肯定一天都不能心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见你母亲，那感觉我真的觉得像又经历了一遍高考一样。我都及时把你喊出来了，怎么还这么怕？高考很难吗？当然了，你们这些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肯定是体会不到。高考，那可是所有国人都很难忘的记忆。你知不知道当年我高考的时候，一怕背错考题，二又怕背错范围。哎，你这个女人怎么什么都紧张啊？你不但登台紧张，高考紧张，见家长更紧张。只有你这种自恋狂才不会紧张，好吗？你干什么？帮你消除紧张。啊！公公，这么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而且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哪有什么星星可以看啊？跟着我走就是了，走。你能不能慢点啊？哇塞，这就是你当初被困的地方。把你带回来之后，我就叫人把这周围的树全给砍了。你居然连树都要计较？谁叫他们差点把你给困死？喂，我可是看你不开心才带你来这里的。不过，我要是不把这树都砍了，你能看到这样的美景？真美啊！还有呢？哇，萤火虫，好漂亮啊！漂亮吗？嗯。你更美。哎，史小念，我怎么越看你越好看？
连头发丝儿都觉得这么美啊？那是因为你看我看顺眼了，所以就怎么看怎么都好看了呗。那是我刚刚看上的女人，自然是越看越好看。国王，谢谢你带我来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谢谢你花尽心思让我开心，谢谢你这么肯定我，所以我会为了你加油的。公公，我不是说过，我才不要口头上的感谢。给你三个月的时间，我看你有什么方法能够配得上我们公公。我叫 Lisa， 英语、法语、德语的老师。我叫欧丽亚，西班牙语、俄语、意大利语。我们是夫人请来教授您外语知识的老师，那让我们开始学习吧。沈小念，沈小念，醒醒吧！沈小念，醒醒！石小念，醒醒！沈小念，石小念！啊！我真的没有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！刚才不小心撞了你一下吗？撞了一下，你知不知道你昨天差点过劳死啊？我那天好像是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睡着你妹啊！你是昏过去了，幸好那天我回来的早，不然你是不是要看书把自己看死啊？好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，不要生我气了，好吧？知道错了就好。还好昨天我回来的早。我告诉你啊，做我公公的女人，不需要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，乱七八糟。少爷，夫人让石小姐过去一下。不去。夫人找我去，我还是去一下吧。那也不行，你看他把你折腾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去找虐？那也不能怪他，都怪我自己太笨。不许去。石小念，你已经这么笨了，再读书就更笨了。我这么有钱，你天天在家待着看漫画吃美食就行了。不，不要去。夫人，
少爷和石小姐去海边了。所以说，二少爷不让石小念过来，就带他出去了，是吧？不是，少爷带石小姐出去散心了，是我劝了。你不用替他们遮掩，我自己的儿子脾气我知道。不过这些天，我也发现了石小念这个孩子，身上确实有些优点。肯吃苦，肯努力，最重要的是他能控制住公屋的脾气。如果他能乖乖的只待在公屋身边，做一个沉默的情人，我半句话都没有。但是我只想他知道，要让他知难而退。他也不想想他那样的出身连一般人都不如，想要进公家的门，你觉得老爷会同意吗？风德，你说如果老爷来处理这件事的话，他石小念还能完好无缺的待在这儿吗？没什么事了，你去忙吧。看来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心软。石小念，你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贪了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走啊。嗯，所以说我为什么一大早穿着睡衣被你拖了这么远啊？石小念，你知足吧，我是为了让你放松才带你过来的。我知足，我知足，宫少爷。要是你能让我在这里安静的补一觉，那我就更知足了。你这女人，我现在要去开个会，要不你先在酒店睡一觉。在这里开会？在酒店的顶楼有个会议室，我让他们都带着资料过来。那好吧。那你好好去开会，我马上就回房休息。不行，我一分钟也离不开你。不行，你跟我一起去开会。不要，我现在穿着这睡衣，我怎么跟你一起去啊？那好吧，那你先回酒店，我的人都在酒店里，你想要什么就跟他们说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嗯，要乖乖的。拜拜。困死了。我是来自销售部的冷建国，上个月的销售额呢，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有所提升。下个月我们已经拿出了一个新的方案。说一些有用的，我不要净听这些无聊的事情。啊，好的，龚总，下个月拿出的新计划，在各个部门的合作下，基本上已经可以敲定并进行落实。至少20%以上。
征求您的意见，看小念方便。什么？千初。千初，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？我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啊！你是谁？你不是千初。啊！给我找，挖地三尺。你要给我找出来！是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只跟你玩。姐姐，你明明什么事情都比我说，为什么在千初的事情上，你永远都能比我抢先一步呢？你认为自己都是对的。既然你说你爱千初，你又为什么要给他织那些害他呢？那是我愿意的吗？我不想他想起你，我不
想到想起你这个只把他当做玩伴又不爱他的贱人。哪怕他是一个傻子，我想他心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你疯了，你真的疯了。是，我是疯了。可是被你这个凶手，是你害了千初。十九年，你害了我的事业，害了我的家庭，害了我的婚姻。我没掐死你是因为我怕便宜了你。在想，我是不是一直在做一场梦？一个小人物身上能够发生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只是想得到一份稳定的感情，却要经历那么多的痛苦磨难，是故事书里才会出现的剧情吧？如果是梦的话，感觉到痛就会醒了。为什么这么痛呢？梦还没有醒了。少爷，那夫人那边，让他滚回英国，我不是想再看到他。小念，你醒了。这是干什么？
什么？石小念已经没有资格当你妻子了，更没有资格做我们公家的儿媳妇。你为什么要对我动气？你知道吗？我是你母亲啊！我这辈子认定石小念了，她是什么样子，我都认定她了。就算你派人把她拆成一堆骨头，我也抱着这堆骨头过一辈子。你，公公。公公，夫人，石小姐来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，夫人。那些男人是你借给师弟的，师弟恨我入骨。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我，但是那些人只是在我身上留下被侮辱的痕迹，却没有真的侮辱我。这只会是你的手笔啊，夫人。当然，以我这样一个身份的女人，怎么会针对你这样的一个小姑娘？我只是希望你知难而退而已。哪怕公公会知道他的母亲亲自派人去凌辱他的恋人吗？其实我在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公公会知道这里面有我的参与。毕竟那个酒店是公家的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公翁还可以忍受一个曾经被侮辱过的女人，甚至放狠话让我回英国。我没有被侮辱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觉得大家会相信吗？哪怕大家相信了，可是公欧会相信吗？只要公欧有那么一丁点的怀疑，他的骨子里血液里就会有那么偏执的时候在生根发芽。石小念，我劝你不要太得意，男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东西，他再喜欢再爱，可是已经有瑕疵了，不完美了，他就会慢慢慢慢的厌恶嫌弃。你想想公欧他能忍受你多久？那你就让他来抛弃我吧。你的坚持和固执我非常欣赏，甚至佩服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以我的经验，这些都是没用的。夫人。乱跑什么？谁让你乱跑了？我以为你又不见了，我怕你又不见了。
最后，我还是忍不住求情了，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我不能让公公双手染上鲜血。小念，我要去公司了，你真的不和我一块去上班吗？我最近一直觉得很累，我真的不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 今天做的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。怎么了？今天是感冒了还是怎么了？头脑发晕，居然给我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，什么情况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，干杯！ 这么甜，我要会把持不住的。去，我真的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怎么？你终于要和我玩互市不累了？你这个大色狼，你一直期待的事情就可以实现了。什么事情？噔噔噔噔，你要做爸爸啦？怎么了？你也被惊到了，对不对？ 我就在想，我这个月的例假有些不正常，我就很怀疑，所以我就拿这个测了。不过这个也不一定准，明天还是要等医生来才能知道到底准不准。怎么了，公公？你难道不开心吗？我去换衣服，马上叫医生。 龚先生，石小姐，恭喜你们，石小姐已经有三周的身孕了。三周？你能确定是几号有的吗？几号有的？对，是几号怀上的？如果要知道具体的日期，我要请石小姐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我才不要。
你说，他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哭过就是哭过，脸都哭花了，不好看。我才不要好看。公公，我都跟你说了几十万遍了，那天晚上真的没有。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那天晚上的事情。我们把它忘了吧。哭累了吧？来，喝杯牛奶。什么味道？公公，你是疯了吗？你难道想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吗？小年，这只是一杯普通的牛奶，喝下去，我们就让一切都恢复平静。不要。过一阵子，我带你去海边潜水。好不好？公公，你疯了吗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这真的是你的孩子。小念，那不是你的错。你把它喝了，我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，我不要喝。会下定决心的。那你就让他来抛弃我吧。冯管家，昨晚的那两位小姐呢？怎么不一起招待一下人家？昨天我吃饱了，要去公司了。不能。是少爷，石小姐，昨天少爷被扶进卧室，就发现有问题，直接把人赶走了。谁会在意这些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，宫少爷？滚！滚！全部都滚！下去吧。
小念呢？小念，少爷，我带你去包扎。我才不要包扎！我要我的小念，我的小念呢？ 你为什么要跑？是小念，你去哪儿了？是小念，是。你别走吧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，小念。 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你的手怎么了？你笨蛋啊，国王，你应该先去把血止住啊！我不要。那天晚上，你的手不也割破了吗？我心疼。 你是笨蛋吗？我现在手都好了，你看，啊，我们先去把手包扎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这样我会担心你的，啊，好不好？跟我来，走。石小念，我一天没有看到你，我想你想的都要疯了。 石小念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都不想我，你都不听我的话，我就算随便喜欢上一个什么小动物，都比你听话。嗯，你说的呀，都是对的。好了。 石小念，你这个小骗子石小念，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的手没有受伤吗？绷带都打上了，你看看这绷带，这才几天没见，你手怎么就这么糙了？你都干什么去了？ 石小念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也不照顾好自己。你看清楚，这是你自己的手。你不要走，我不要你走，你不要走，我不要你生了别人的孩子。 带着孩子就跑了，你不要走。大脑呢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你能够拥有它 ，OK？ 嗯，石小姐，你不要走，只要你不走，你生了别人的孩子也无所谓。我不是答应过你了吗？石小姐。 再废话，我就把你踹出去！我不要你生了别人的孩子，带着孩子就跑了，你不要走！石小念，你个变态，你居然把他录下来了！
是。你先下去吧。嗯。小年，你怎么来了？都说你怀孕之后，就不用天天过来给我送饭了。我一天来一次，你都这样，我要是一天不来，你是不是能炸了爷爷大厦？好香啊！嗯，我尝尝啊。哥。嗯，不错，这菜炒的真不错啊！你这火候掌握的是越来越好了。你不许扯开话题，公公，我们有时间抽空去一次医院吧。怎么，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我没事，我说的是你。我们去医院咨询一下，看看偏执性人格障碍能不能治好，好不好？公公，我只是想让你过一段心情平静、幸福的日子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在意这个孩子的，所以只是在故意压抑自己的情绪。没有，而且我每次看到你都会感觉心情很平静，我没有问题，不需要看病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你。你怎么一言不合就告白了？啊？公公，我就是想让你变得平静一些，活得不那么累。我不累。那你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？要是能把你的偏执性人格障碍治好，我会更加爱你的。你个蠢女人，你为什么每次都挑我喝水的时候？哦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？我们去看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光撒娇是没有用的，得有点好处才行。那我再帮你做顿大餐。大餐虽好，但是我还有更想要的。什么呀？故事 play。我们先回去吧，我很好，不需要治疗。走。不行，你不可以浪费人家丰德一片苦心，这可是他辛辛苦苦挑选了几十家才挑选出来的专攻偏执症的医院。好啊，原来你们俩早就背着我开始谋划这些。不行，我要走。不行。嗯，你不能出尔反尔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大餐就没有了，护士 play 也没有了。护士 play。不是不是，医生，你听错了，我刚刚说的是五十倍，不是护士 play。好久不见，龚少爷，我是莫娜 ，Lancaster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石小念，你这个贱人！狗，你这个人渣！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一点，我也是个女人。你真是我见过最虚伪的人了。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公公的照顾。不是说看好门不让你进来，请石小姐出去。我不答应，根本就不需要狗你，
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是要分手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石小姐，不要逼我把你赶出去。拜拜。